你不是得了重病了吗？怎么还有精力去玩耍？你是嫌弃本王，不想当本王的姬妾吗？臣妾不敢，殿下乃人中之龙，臣妾只是个普通的妇人，哪敢有嫌弃之心？那是为何？殿下说臣妾无罪，臣妾才敢说。说。我们五个家人子，都是大汉的太后娘娘派来的，不管家世如何清白，为人如何，都免不了被别人怀疑。和殿下越接近，嫌疑就越大，到时候成为众矢之的，很难保住性命的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离本王远一点，也可以远离是非，是不是？你很狡猾，也很聪明，不过还是被殿下发现了，臣妾罪该万死。你过来。你长得真好看。殿下说笑了，这宫里这么多美人，本王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他们，也没有把他们记住。可是本王想记住你。一方，你看着本王的眼睛，对着本王说，你希望本王留下来吗？如果你希望本王留下来的话，本王可以保证好好的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倘若你不希望本王留下来，本王可以还你一个清净，让你得到应有的安全。殿下，本王在等你的回答。